霞朝露。他喜欢女儿吗？掌门回掌门，长老回长老，你要不要这么公事公办啊？身份所碍，怕落人口舌，我们是无所谓啊，但姑娘家的名声不能坏啊。我发现你处理感情的时候远远比不上你玩阴谋诡计的时候呢。说什么荤话，快吃吧。回头我便告诉我二师姐你不喜欢她了。我没有。你不可乱说啊。那你为何不给我玲珑师姐回信？我不知道说什么。你不是号称燕山之智吗？你的智呢？口才呢？我还有要事需要处理，我先走了。大师兄，你也不喜欢我大师姐了？帮我给青丘带句话。什么话？大女儿叫朝霞，小女儿叫朝露。想不到朝行木看似莽夫，居然大智若愚，这霸气的宣言真是令人无从招架呢。顾玉郎这个死人，我看呐，顾玉郎一来心思敏感，想得多，没有朝行木那么耿直；二来呢，因为身体差，怕自己命不久矣，没想过感情的事。师姐，你若去追求，还需主动些，用你的热情感化他的内心。那多不矜持啊！师姐，你现在跟我谈矜持啊？我不是怕他不喜欢吗？你叹什么气啊？没事，想我娘了。朝霞朝露，他喜欢女儿吗？